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叔哦。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 Queen Studio 的神力女超人大叔今天要开箱了哦。为什么来了两天了才要开？因为大叔把我的箱子删了，大家有看到我的贴啊，进都进不来了，不要说想要开箱。所以呢，大叔昨天先把我的箱子删给移走哦，愚公移山，大叔移山，把它移走。我们现在又有空间了，大家是不是？很久没有再看到大叔在这个地方开箱哦，在仓库开箱哦，本来都在我家的餐桌哦，这个不能再在我家开了，再开了我老婆会翻脸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还一样，我们有邀请到特别来宾，我们的黑黑还有黑黑嫂来帮忙，不然大叔一个人真的搞不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把它打开了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大家好啊！那个大叔哦，跟黑黑哦，已经把这个女神给请出来了哦。刚各位有看到，黑黑一下就给人家抱上去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好，那没办法，真的他本体哦蛮重的，如果没有这样抱，等下摔下去可能会更糟糕，所以黑黑只好先这样抱了。好，好。今天这个跟各位介绍就是这个 Queen Studio 的这个神秘女超人哦，这个 Wonder Woman 哦，大家都期待了非常久哦，开订到现在哦，已经一年多了，快要两年的时间哦，然后终于在这个时候它已经到来了哈、哦，然后刚大叔有讲，为了把那个仓库清干净，拍这个开箱影片哦，昨天又花了一天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、哦、这个神秘女超人，基本上它就是。这个发出这个攻击的样子哦，各位知道、哦、他发出这个两只手叠在一起，这个手环叠在一起的时候，会有非常强大的这个震波，会把敌人啪啪就打出去了，一群人就会打出去。然后 Queen Studio 就是做了这个姿势哦，非常有战斗的姿势，所以呢，你不能从前面去碰到他哦，因为他保护着他自己哦，只能从后面。好、哦，这个神女超人，我们刚有把他这个秀法哦，各位可以看到，以前大叔在开那个洛基哦，那一只洛基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头发乱七八糟的，搞得大叔都不知道怎么去帮他弄头发。这一次哦，他的头发弄得非常的好哦，我们刚只要把他那个本来有一个法术的，把它放掉，就很自然的哦，就很自然，都不用用梳子啊，用什么特别去帮他去梳理哦。然后他的地台哦，地台基本上做了他们氏族的一个纹饰哦，然后做上这个，这个像台风的图案吧。哎呀，大叔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哦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精致哦。以前我讲哦，这个 QS 的这个地台做的有点单调，这次有做上了非常多的纹饰，非常的漂亮。好、哦、啊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所以大叔也不要多讲了，神力女超人其实不用做太多介绍，大家都很想要赶快静静的欣赏她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预备 ，Go！
哎啊，大叔回来了哦！刚我们有这个静静的欣赏过了我们的女神神力女超人，有没有那个肌肤的质感哦，跟真人无异啊，非常的漂亮哦，那个那粉嫩的感觉，少女的肌肤，非常的好啊，做得非常的好，好，好，那刚刚我们第一段哦没有开到这个盾牌，因为放不下，所以呢，第二段我们把那个盾牌给拿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这是神力女超人的盾牌哦，神力女超人的盾牌。然后呢，他另外还有做一个底座，原本在开定的时候好像是背在那个后面的感觉，其实不是哦，他有另外一个底座来可以摆上去，而且他底座也做得非常的漂亮，而且他的盾牌，他盾牌后面有这个背带哦。有这个背带、哦、然后可以拿起来，大叔拿给你看，等一下，有没有可以这样拿，可以这样拿起来、哦、但是尽量不要拿，可能会掉下去、哦、所以呢你看它要、欸、它有两种功用了，可以拿、哦、也可以摆、哦、那我们还是把它摆起来好了。好啊，今天大叔哦跟这个黑黑、啊、然后还有黑黑嫂、哦、今天我们三人合力呢，然后把这个神力女超人介绍给大家，然后把它开箱了、哦、从此以后大叔仓库里面呢就有女神在了，而不是只有这一些凶凶的人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各位介绍到这边，希望各位有空继续收看我们疯狂大叔玩具仓库的玩具开箱。 OK， 好，拜拜。